大家好啊，咁啊，今日喺利昌 Beyond 啦，第一次出現呢只 Bell and Ross 啊，阿華哥入 Bell and Ross， 依兩隻都係佢哋嘅特別版嚟嘅喎。你老友好嘢啊，呢啲限量版都攞到。哇！你睇呢只紅色雷達係咪好型咧？呢只 Bell and Ross 嘅紅色雷達啦，係全球限量幾多隻啊，華哥？999隻。係啦，咁佢特別之處咧，佢成個面咧，成個好似雷達嘅面咁啊。咁啊，當然個妙針就係嗰啲嗱長雷達針啦。咁其實個飛機咧，出邊外圈呢、這個呢隻應該係民航機啊，就係、是、個呢隻啊，依、這個機係hour 時針。戰機咧入邊嘅戰機咧就係、是、個分針，分針。出邊嘅民航機咧就係、是、個時針，冇錯。咁或者可以大家睇到啦，系嘛？呢只飛機，哇，真系咪好鬼死型咧 ？OK， 內圈嘅戰機就係分針，外圈嘅民航機咧就係時針。OK， 咁啊，呢只成仲有一個特別之處就係佢呢個殼咧，成個殼咧係一個黑色嘅陶瓷啊，黑陶瓷。咁條帶咧其實都好舒服噶，我感覺上下。即係都好舒服嘅一條帶啦，咁啊最主要咧戴咗上手啊，真係超型啦！呢只係咯，呢只俾人攞嗰塊鏡面紅色，超特別啦，係超特別。呢塊藍寶石嘅紅色嘅藍寶石鏡面。嗯，咁啊呢只如果你上官方網站，因為邊度咧，你係見到因為佢已經係冇噶啦，已經係 out stock 噶啦。因為佢全球都係做999隻啦，咁另外有一隻咧又係同樣係限量嘅，依只仲少啲500隻嚇，呢只不過個特別係佢係 chrono 啊，計時嘅 ，OK， 計時嘅，咁啊最主要兩隻幾多錢咧？睇下先，呢只就32200。紅色呢只32200，32200啦，咁都有折扣嘅。都會有嘅，就算限量版，我哋一定有折嘅。係啦，咁啊，最主要我哋呢度利昌邊呢度係翻咗角，都係一隻啫。嚇，有興啊？呢只 Chrono 有幾錢啊？49000。49000係啦，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落嚟利昌邊睇下實物啦，咁啊，同佢哋傾傾嘅折扣啦。不過我覺得兩隻都特別啦。而是第一次我們回到這個 Bell and Ross 的所謂限量版，OK， 有興趣的下來來春邊看看，拜拜拜拜。